我们之前真的就是奇思妙想，就想了800个主意，可能就有想过美人鱼啊，还有什么美杜莎呀，就是天花乱坠。因为我们太想做一个有主题的作品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每一个起舞的作品里面都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或者是主题。困难的就是没有男人，没有男人。就是在作品上面其实还花了蛮多时间和心血的，就是脑子里面可能想的都是不要错动作，要跳好，这个衣服不能失误什么的，就更多的想法是这些吧。嗯。我们就是跳得快乐就好了。嗯。好干，厉害！那种，那种的拍子，棒棒是用力的，上是啊，那种的有呼吸的，棒棒是要求有点高的，哎，对，回来，呜的感觉，那个控制不了，棒。Ha ha ha!
这个是 jazz 的感觉。老师，啊对呀，就是手慢，然后从这儿开始快。噔噔噔噔噔噔，线线，嗯，噔，嘣，嘟嘟嘟嘟嘟，啊，都是分节拉，咚咚咚，啊，对，追，可以，啊，不是这个。有一点夸张一点的，夸张一点，对 ，robot 的，很 robot，copy 的，很 copy。好，这个是融合。刚刚刚刚刚，你们是这样来的，一点点，这一点点就很好搞，但这个一点点没有的话，嗯，有一点点的话啊，特别不一样。练吧，练吧，练吧，加油，加油，加油。
那我想前面该跳的、该性感的、霸气的，目前都有了，所以想要走一个比较走心的作品。直到排练的过程，还有走台的过程，我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这一次可以说是我们参赛以来最不顺利的一次。